相悦，此其风也。吴札文政之歌曰：“美哉！其戏以甚，民服堪也。是其先之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魏韩所灭。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顺后归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使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砍其脊骨，晚秋之下，往东往下，执其陆羽。”又曰：“东门之坟，晚秋之许，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文臣之歌曰：“国王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魏楚所灭。臣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中，其必底。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喜天。夏不轨之名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上古余烈，藏匿。南至玉叶。晚。西通武关，东寿江、淮、益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赵信成为南阳太守，至皆见计。信臣劝民农桑，去莫归。本郡以应付，颍川、韩都。是有申子、韩非克害于列高。是患好文法，民以贪灵征宋生分未失。韩延寿为太守，先知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欲获八年王重罪囚。南阳好商贾赵父复以本业，颍川好征宋分邑，黄韩化以堵后。君子之得封了，小人之得草也，信矣。自东景六度至抗六度，谓之寿星之次，正之分也，与韩同分。赵地卯必之分也。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长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莫州乡；东有广平、巨鹿，堤比四百二十；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义、文安、树州、成平、张武和以北也。南至涪水、繁阳、内黄、赤丘；西有太原、定襄、云重、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族将赵皆越分也。自赵肃后九世称侯，四世晋侯喜都邯郸，至曾孙武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昼淫乱于民，丈夫相聚游戏，被割慷慨，岂则追票绝种，作奸巧多弄物，为昌忧。女子谈贤蝶喜，由媚富贵，便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魏、张、何之间亦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绿荆棘，高气势，清未坚。太原上党又多进公族子孙，以诈立相亲，金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汉兴号为南至，常则严猛之将，或任杀伐未微。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捷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中代时北破晋胡寇，民俗既至，好气未坚，不至农商自全晋时，以患其票汉，而武陵王又亦立之，故冀州之故盗贼常为他州惧。定襄、云重、五原本戎狄也，颇有赵齐魏楚之喜。其名比仆，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雁。雁地为积分野也。武王定因封赵公于雁，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
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古、代郡、雁门，南的涿郡之邑，荣城、范阳，北新城、固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雁分也。乐浪、玄兔亦以属燕。燕称王时氏，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前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 PG 421，即南通齐赵伯杰之间亦都会也。初，太子丹兵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赴世俗，嫁娶之戏，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于汉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及人，燕丹仪风也。上古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余言早立之饶。北系乌丸，夫于东甲真藩之力。玄兔、乐浪、武帝时至，皆朝鲜，会合距离蛮夷。阴道衰，妻子去之朝鲜，教其名以礼义，田蚕之作。乐浪朝鲜名犯，近八条相杀以当时长杀，相伤以古长。相道者难莫入为其家。吾女子未必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娶无所酬，日以其民终不相道，无门户之弊，妇人真性不盈。替其田民饮食以边斗，都邑颇放效力及内郡甲人，往往以怀弃食。郡出取利于辽东，利见民无必赃，及甲人亡者，业则未报，俗稍易薄。今于犯境尽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人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道道不行，设浮于海，寓居九夷，游以野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自为四渡至斗六渡，谓之西牧之次，燕之分也。其地虚为之分也也。东有灾川，东来狼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城，清河以南渤海之高乐，高城重河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其分也。少昊之士有爽鸠氏，余夏时有季泽，汤时有冯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上父，是谓太公。师封其国氏也。临在明营丘，故其师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农之间兮。”又曰：“似我于这乎耳。”子亦其舒缓之体也。PG 422。吴扎闻其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古有粪土，王分明。太公以其地覆海系鲁，少无古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于言之力，而人物服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复国，和诸侯成伯公，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米尺，之作冰丸起秀纯利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治，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经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事夸奢朋党，言语行妙，虚诈不勤，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使桓公兄襄公淫乱，孤姐妹不嫁，于是令国中名家长女不得嫁，名曰乌儿，未嫁。主辞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明之道，可不甚哉。习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其。太公曰：举贤而上公。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未强，臣田何所灭，而何自立为其侯？初，何知先臣公子完有罪来奔，
其桓公以为大夫，更称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齐，至孙威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临灾海带之间亦都会也。其中据五名云：鲁地魁楼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德。临淮之下乡，辉陵、同、曲率皆鲁分也。周兴以少昊之虚屈复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名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其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既正也。兵诸泗之水，其名涉渡，幼者服老而待其任。俗记必保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诸泗之间。因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授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名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至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PG 423。太公曰：后世尽若矣。故鲁自文公以后，陆去公事正在。大夫既是逐昭公，临沂为弱，34世而未除所灭。原本大国故自未分也。今去盛久远，周公一化消为，恐是强去衰怀。陛下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灵则之饶。俗俭色爱财，屈伤贾，好资毁。多巧味，丧祭之礼文被实寡，然其好学犹寓于他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清乡，东平、屈昌、寿梁皆在冀。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宋地房兴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冀、阴。东平及东郡之屈昌、寿张皆宋分野。周封为子于宋，今之辉阳氏也，本陶唐氏火正烟勃之虚也。既因定陶，师封曹国也。武王封地熟振夺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其尧作游城阳，舜于雷泽，汤止于亳，故其名犹有先王仪。封仲后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去藏。宋自为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其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冀、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为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未分也。沛楚之师，岌岌专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未兼道。魏地营是东壁之分野也。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知野王、朝歌皆未分也。魏本国既魏敌所灭，文公喜封楚丘，三十余年，子成公喜。于地丘，故春秋经曰：魏迁于地丘，今之濮阳是也。本专所之虚，故谓之地丘。夏后之事，昆吾氏居之。成公后十余是魏韩、魏所侵，晋王其旁邑独有濮阳。后秦灭濮阳，至东郡，徙之于野王。始皇帝并天下，犹独置魏军二世，时乃废。PG 424。魏庶人，凡四十世，900年，最后绝，故独魏分也。魏帝有桑间濮上之祖，男女一及聚会，声色生烟，故俗称正魏之音。周末有子路、夏禹，名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2000时，智者亦以杀戮魏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建征，至今东郡号善未立，延寿之化也。其师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封楚地，亦枕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贵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晋楚分也。周成王时，封文武光师玉雄之曾孙雄，亦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
后十余是至雄达，是谓武王进以强大。后五是至言，王总率诸侯，官兵周氏，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是清襄王东徙于陈，除有江汉川泽山陵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弄，民食鱼道，以渔猎山伐为业，国罗裸蛤，食物长足，故此曰裸偷生。而王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一王千金之家，姓乌鬼众淫肆，而汉中吟诗之著与巴属同俗，汝南之别皆及己有气势。江陵故引都西通乌巴，东有云梦之饶，意义都会也。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陆安、临淮郡，竟无分野。因道既衰，周大王胆父新知府梁之弟长子大伯赐曰仲雍，少曰公绩。公绩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绩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亡。故恐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题，而称焉。位于众一意，隐居放言，身中轻，肺中全。霸国出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巨无。霸伯族仲雍立至曾孙。PG 425。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谓北。吴后世之谓之于十二世魏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五子寿。孟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才，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受孟称王六世，何卢举伍子胥、孙武未将战胜攻取，新国名于诸侯。质子夫差朱子胥用宰匹为越王巨舰所灭。吴越之军皆好勇，故其名至今好用剑，轻死一发。越季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及楚，喜寿春质子为秦所灭。寿春合肥寿南北胡皮革鲍木之书，意义都会也。是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道。后有宋玉唐乐之属木而树之，皆以显明。汉兴高祖王兄子毕于吴昭，至天下之余有子弟梅城、邹阳、严夫子之徒辛于文、景之计。而淮南王安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言著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事传楚辞，其诗巧而少信。出淮南王义国中名家有女者，以待由氏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越与楚皆比数相并肩，故民俗略同。吴东有海盐张山之同，三江五湖之利，一江东之意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仅景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妖，攻击海外有东提人，分为二十余国，以碎石来献见云。越地牵牛物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其君与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纹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巨舰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卷里。夫差立巨舰乘胜复伐吴，吴大破之，弃会稽，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遂伐灭吴，兼并其地。杜淮与其进诸侯，会至贡于周。周元王时始赐命魏博诸侯必贺。后五世魏楚 PG 426。左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后十世至闽君尧左诸侯平秦。汉兴复立尧为越王。是时秦南海为赵佗义自王，传国至武。第十晋灭以为郡云。
楚晋海多兮，向独茂诸姬，银铜果不知凑。中国往上古者多取赋焉，番禺其意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周，东西南北方千里，五帝元封。元年略以为丹耳朱崖郡，民皆服不如丹贝，穿中央为罐头。男子耕农，种河道苎麻，女子桑蚕织机。王麻与虎，名有武，畜山多主金。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古魏族。自出魏郡县，立足中国人多亲临之，故绿树遂易反。元帝时，遂罢弃之。自日南帐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一卢梅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陈离国。不行可十余日，有夫甘豆卢国。自夫甘豆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之。国民俗略与朱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五帝以来皆现见。有一长属黄门与印木者俱入海，是明珠必留。离其实异物积黄金杂增而往，所至国皆秉石为偶蛮夷，假船转送至之，必立交易票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罢诸至为二寸以下。平地原始中王莽辅政欲要，威德后夷黄之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之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向临界云。黄之之南有以成部，国汉之意使自此还已。 PG 427卷29勾续至第九。下书与因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路行载车水，行成舟，泥行成翠，山行则居，以别九州。随山郡川，任土作，共通九道，啤酒则渡九山。然何哉之现意，害中国也尤甚。为是未悟，故道何自积石，立龙门，南道华阴，东下砥柱，即蒙金落内至于大批。于是于以为何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寻平地，数未败，乃是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波为九河，同为银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皮，诸夏亦安，公师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魏与冀、汝、淮四会。于楚西方则通衢、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衢、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冀之间；于蜀则蜀首李冰凿离堆，避没水之害；川二江、成都中，此衢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盖，百姓享其利。至于他，往往引其水，用盖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魏文侯时，西门豹魏夜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谓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魏人臣也。”时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夜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治也。治而不兴，是不仁也。人至暴魏之境，何足法也？”于是以使起魏夜令，遂引漳水盖夜，以赴魏之河内。民歌之曰：“夜有贤令西魏使公绝漳水，西冠夜旁，钟鼓细鲁，西声稻粱。” PG 428。其后韩文秦之好心事，欲罢之，无令东伐，即使水公镇国。兼说秦令凿金水，自中山西底户口渭渠，并北山东筑落300余里，欲以盖田。中作而绝，秦欲杀郑国。郑国曰：“使臣未坚，然渠成一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足使救渠。
渠成而用筑田淹之水盖系。鲁之地四万余顷，收皆母邑中。于是关中未沃也，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和绝酸枣，东溃荆棘，于是东郡。霸青族塞之。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和绝于户子，东南筑郡也。通于淮四，上使及案，正当时新人屠塞之，折复坏。是时，武安侯田汾为丞相，其奉一石书。书居河北，何绝而南则书。无水灾，亦收入多。汾言于上曰：“将何之绝皆天事，未必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时正当时为大司农，言一时关东曹素从渭上渡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川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近一曹渡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盖。此损曹省足，而亦肥关中之地，得谷上。以为然，令其人水攻渠国表，发足数万人穿曹渠，三岁而通，以曹大便利。其后曹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盖矣。后河东守番细言，曹从山东西，遂百余万又更抵筑之，兼败亡甚多而繁废。川渠引汾盖皮氏，汾阴下引河盖汾阴，湖板下渡可得五千顷。故晋河软气地，民交木其中而精盖。田之渡可得谷二百万又十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抵筑之东可无复曹。上以为然，发足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以喜渠不利，田者不能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PG 429。令韶府以为烧入，其后人有尚书欲通包邪道及曹，是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之，言敌属从故道，故道多板回远。今川包邪道少板近四百里，而包水通免，邪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曹。曹从南阳上免入包。包绝水至斜，兼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位。如此，汉中谷可至，而山东从免无限，便于抵筑之曹。且包斜，材木竹见之饶，四余八属。上以为然，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包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进，而水多湍石，不可曹。其后，严雄言临近民怨川洛以盖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成集的水可令母食蛋。于是为发足万人川渠自征引。落水至商岩下。岸扇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未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岩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声自此始。穿的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游，未得其饶。自何绝户子后二十余岁，遂因以树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记风禅，寻迹山川，其明年干风少雨。上乃使吉人郭昌发足数万人塞户子绝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孩子临绝河。战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赴新至绝河。是时东郡烧草以固新柴少，而下其原之主以为贱。上计临河绝道，攻之不成，乃作歌曰：“户子绝西江奈何？浩浩洋洋绿丹为何？丹为何西地不得？明公无以食西无山平。”吴山平西聚也邑于浮玉西国东日。正道池西离长流蛟龙逞西放远游。归旧川西神栽配不封禅。西安之外
皇位何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无人。念桑弗兮怀四满，久不返兮水为缓。亦曰何汤汤兮积禅园，北渡回兮巽流南。千长桨兮战美玉，何 PG 430。宫许兮心不属，心不属兮为人醉，稍萧条兮一呼何以御水。颓灵竹兮见石姿，轩房塞兮万福来。于是足塞户子筑宫其上，名曰轩房。而到河北行二渠，复与旧积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九泉街，引河及川谷以盖田。而关中领旨成国为取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川渠为盖田各万。于清怕小渠及皮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136岁，而宽为左内史，奏请川凿六府渠，以益盖郑国傍高昂之田。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进，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源，慎重细明未知其利，故未通沟渎蓄皮泽，所以被旱也。今内史稻田租窃重，不与郡同，其一减。另立民免农，尽地利，平游行水，勿使失时。后16岁，太史二年，召中大夫白公复奏川渠，引金水，由其谷口尾入溧阳，筑渭中，冒200里，盖田4500余顷，因名曰白渠。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叉为云，绝渠为雨，金水一时其泥树豆，且盖且粪，尝我何属？一时金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是时方士匈奴新功利，言便宜者甚众。其人言年尚书言何出昆仑，今中国驻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湖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常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提防备塞，士卒转输湖寇侵道，赴军杀江暴谷原野之患。天下常被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是大利。书奏上状之，报曰：“延年记忆甚深。”然何乃大 ？PG 431。禹之所道也。圣人做事，为万事公，通于神明，恐难改更。自塞宣房后，河复北绝于馆陶，分为屯氏和东北京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提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宣帝帝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取三所水流，致士皆挟直被丘陷，洪水盛，提防不能进，乃各更川渠直东。今东郡界中，不令北取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临明渡口，而屯氏河决。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钧奏言：郡城河下流于兖州东郡，分水未界，城郭所居由卑下，土壤青翠易伤，清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临明渡口又一部，立独一川间受数河之任，虽高增提防，终不能泄。如有淋雨，旬日不济，必盈溢。临明渡口在清河东界，所在楚下，虽领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爱民利，以地形有是，故川九河经济灭南明，屯氏河不流行70余年，新爵位。
九，其处易峻。六，其口所居高，予以分流沙水利，道理便宜。可复郡以筑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右地碣石，郭昌川直渠。后三，遂河水更从梅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河。今其曲势复斜直。背丘百姓寒心，宜复川渠东行。吾欲修治北绝并四五郡，南绝并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世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至、尚书善未算，能度公用，遣行事以为屯事合营。亦所谓方用度不足，可且勿郡。后三岁，何果决于馆陶及东郡经题，泛滥眼欲入平原。千城、济南、凡冠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市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中对方略疏阔，尚怯，则之终自杀。遣大司农飞调调军前古何爵所冠之郡，业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徙名碧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PG 四百三十二。河堤使者王延氏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为胜以小十两。船家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城。上曰东郡何爵刘票。二州校尉亭氏提防三巡立塞。其以五年为和平元年，卒至和，者谓着外游六月，为严氏常于计策，公费约省，用力日寡镇，甚加之。其以严氏为光禄大夫，至重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金。后二岁，和复爵平原，流入济南、千城，所坏败者半见使。十，复遣王严氏治之。杜清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何爵丞相使杨燕言严氏受燕术以塞之，必不肯见。今独任严氏言是见前塞之意，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燕言严氏之巧，反不如燕。且水是各异，不国亦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京东城。来春桃花水盛，必现役有田淤繁壤之害。如此数郡种不得。下名人流散，盗贼将生，虽众诸严氏，无益于事。以遣燕吉将作大将许商见大夫乘马延年杂作。严氏与燕必相破坏深。论便宜以相难及。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力足以分别。是非则其善而从之，必有成功。奉如清言，白浅烟等作制。六月乃成。复赐严氏黄金百金，至何族非受平甲者，为者外游。六月后九岁，洪嘉四年，杨燕言从河上下换底筑隘可捐广之。上从其言，使燕捐之。捐之才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一湍怒，未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河水盆邑、灌县邑三十一拜官。平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使孙进共行事，图方略。竟以为今河邑之害数倍于前绝平原时。今可绝平原经堤。兼开通大河，令入故堵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郡立，又半三郡水地，得每田且二十余万顷，足以偿所开商民田芦楚。又省立足治堤救水，遂三万人以上。许商以为古说九合 PG 四百三十三。知名有图害胡苏隔京，今建在成平东光隔界中。四隔以北至图害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已洗，不离此域。孙敬所欲开者，在九河南堵马河，失水之机，处事平宜，旱泽淤绝，水则未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先是古勇以为河中国之精读，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结绝。今愧意横流，票
为林父一之大者也。修正矣，应之再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一言，因气盛则水位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长于卑下之地，由日月便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数见王言是蒙重赏，竟言变巧不可用。一者常欲求所久何故机，而穿之今因其自觉，可且勿塞以观水势。何欲居之当烧，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满昌、施丹等数言百姓可哀，上述前史。折楚叶镇善之，而帝出平当时领河堤奏言九河今皆至灭，按今意治水有绝河深川而无堤防拥塞之闻。河从魏郡以东北多，一绝水积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污，宜国求能郡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府、三河、弘农太守举例名能者，莫有应书。待赵甲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守立国居民，江里土地必宜川，则之分渡水势所不及，坝川无妨，小水的入皮帐卑下矣。为屋则使秋水多的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破。夫土之有川，游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有止而体而塞其口，岂不惧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未川者决之始道，善未明者宣之始言。待提防之作，尽起战国拥防百川，各以自立。其与赵魏以河未尽，赵魏冰山，其地卑下，坐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其堤，则西犯赵魏，赵魏易。 PG434 魏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上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田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烧筑市宅，遂成聚落。坝水时至票煤，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烧去其城郭，排水则而居之，战逆自其已也。今堤防蓄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离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浙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时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固坝堤会，右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时余岁泰守以复明，民今起庐舍其中，此陈卿所见者也。东郡白马固大，堤亦复数众，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境未界固大堤去河源者数十里，内亦数众，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未时堤，积石东抵东郡平冈，又未石堤使西北抵黎阳关下，又未石堤使东北抵东郡京北，又未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朝阳，又未石堤积石东北百余里间，何在西三东破恶如此步得安息。即行上策，喜冀州之名当水冲者，绝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是不能远泛滥，其越自定。南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种木以万数，百姓怨恨。习大禹治水，山林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一缺，西抵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精兵何时？郡治堤遂废且万万。及其大绝所残无数，如初数年至河之废，以业所喜之名，尊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间，且以大旱方至万里，岂其余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
一立，何地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川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盖田，分沙水木，虽非圣人法，然亦旧败术也。南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遂增堤防，由上决议，不可以开渠。臣妾暗示遮害亭西十八里至，其水口乃越津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PG 435，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位于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堤溃，吏民塞之。臣寻堤上行，是水势南七十余里，至其口，水势至堤半，即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其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出园中，遮害堤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余岁，是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焉矣。孔义者宜河大川南进至，荥阳漕渠足以泊之，其水门但用物语。徒尔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守境当昂此水门。至渠非川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古引取之。汉则开东方下水门盖济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云长罢于旧水，半施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明则病湿气木皆利枯，鲁不生骨，决意有败，位于鳖石，此三害也。若有渠败，则盐鲁下湿，田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耕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金兵和提利族郡数千人，伐买新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名利其盖灌乡，欲治渠虽牢不罢，云田市治和提一城，此城富国安民心，利除害之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善顽固堤，增卑被薄，劳费无以，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往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一者长水校尉平陵。官并言河绝绿长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文与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尾，盛则放逸，少稍自所，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南市晋察秦汉以来，河绝漕未之域，其南北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名士而已。大司马使长安张荣言：水性就下，行急则自刮除城，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 PG 436，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为山川水盖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池主淤而稍浅，与多水暴至，则一绝。而国家树堤塞之，稍易高于平地，由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无负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立，无一绝之害矣。御史林怀寒木以为可略于与共九河楚川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已有益。大司空院王恒言：河入渤海，渤海地高于寒木所，遇川楚王者天长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近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建矣，与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普云定王五年何喜，则今所行非与之所穿也。又秦公为绝河贯其都，绝楚遂大，不可复补。一却喜完平楚，更开空使原西山族成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沛郡还谭魏司空院点其意，魏真封言：
凡此数者必有一事。宜想考验皆可预见，既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是诸福。十五产业名，空居与行义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遍可以上借与公，下除民籍。往往时但重空与无。施行者。赞曰古人有言，为与之功无其余乎。中国川原矣。百数莫者于四读而何谓宗。孔子曰多闻而知之，知之四也。国之利害，故悖论其事。PG 437卷30译文志第十。习仲尼美而为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位五，诗分位四，亦有数家之传。战国从横，真位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摇乱。至秦患之，乃凡灭文章以于前手。汉兴百秦之败，大收编辑，广开献书之路。弃校武士，疏缺简脱。李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敏焉。于是见藏书之策，至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密府。至成帝时，以书火散亡，使业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赵光禄大夫刘向孝经传诸子师父步兵校尉任洪孝兵书太史令尹贤孝术数是一礼著。国孝方记每一书以向哲调其篇目，错其旨意，录而奏之。会相族哀帝父使相子侍中奉车都尉新族父业。新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吉略，有六义略，有诸子略，有师父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计略。今山其要已被偏集，易经十二篇，诗孟梁丘三家。一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福氏二篇，杨氏二篇，名和字熟元，淄川人。蔡公二篇，魏人，是周王孙。韩氏二篇，名英。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宽，字子香，梁人也。古五字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一阴阳。PG 438。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名义者九人，号九师。说古杂八十篇，杂灾异35篇，神书五篇，图一。孟氏经房11篇，灾异孟氏经房66篇，五录。冲宗略说三篇，经世段家12篇。章句诗孟梁丘氏各二篇。凡译13家294篇。亦曰密系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阴周之际，昼在上位逆天。报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战可得而笑于是众。第六爻作上下篇，孔氏谓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势力。三古及秦凡书而亦未世国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弃于轩元有诗孟梁丘经世列于学官而名。兼有废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诗孟梁丘。今或脱去无咎，毁亡为废是经与古文同。尚书古文经46卷，魏57篇，经29卷。霸小夏侯二家，欧阳经32卷，传41篇。欧阳章句31卷，霸小夏侯章句各29卷，霸小夏侯解故29篇，欧阳说义二篇，留下五行传记11卷，许商五行传记一篇。PG 439，周书71篇，周史记一奏42篇，宣帝十，石渠论，
凡书九家，412篇。入流象积疑一篇。亦曰何出图，若出书，圣人则知。故书之。所其原以至孔子散焉，上断于尧，下弃于秦，凡百篇而未知序言其作义。秦凡书尽学，济南浮生独必葬之。汉兴王师，求得29篇，以教齐鲁之间。弃窍宣室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功。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古。琴瑟钟磬之音，于是句，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稀。得其书，以考29篇，得多16篇。安国献之，遭诬古事，位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孝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九。告托简一，诏告托简二。律简25字者，托义25字；简22字者，托义22字。文字义者700有余，托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句，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而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诗经28卷，鲁、齐、韩三家。鲁故25卷，鲁说28卷，其后世故20卷，其孙世故27卷，其后世传39卷，其孙世传28卷，其杂记18卷，韩故36卷，韩内传4卷，韩外传6卷，韩说41卷 ，PG 440。毛诗29卷，毛诗故训传30卷。凡诗六家，416卷。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颂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诗，自考证也。孔子纯取周诗，盛采音。下取鲁，凡305篇，遭秦而全者，以其奉送，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谓师训故，而其缘故晏韩生皆谓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贤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敬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离古今56卷，经17篇。后世代世，记131篇。弃师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33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21篇，弃师子后学者。取台后仓9篇，中庸说2篇，明堂阴阳说5篇，周官经6篇，王莽时刘兴至博士，周官传4篇，军礼司马法155篇，古封禅群四22篇。封坛一对19篇，武帝时也。汉封禅群四36篇，义奏38篇。时渠凡礼十三家555篇，入司马法一家155篇。亦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亦有所错。而帝 PG 441。王直文事有损益，至周取谓之防，是谓之治，故曰礼经300，威仪3000。及周之衰，诸侯将于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疾，自孔子时而不惧，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唐生传世，礼17篇。弃窍宣室，后仓罪名。戴德戴胜，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离古今者出于鲁燕中及孔氏与时。七篇文相似，多39篇。及明堂阴阳王史事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志虽不能备，由玉仓等推事理。而至于天子之说乐记23篇，王语记24篇，
雅各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明定渤海人宣帝时丞相魏襄所奏。雅琴诗是八篇。明中东海人传言诗况后。雅琴龙是九十九篇。明德良人。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秦宋七篇。亦曰先王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宜降祖考。故自皇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至明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游。惟邈以音律未节又未正未所乱故无以法。汉兴至始。以雅乐生精是在乐宫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豪鼓孝文时得其乐入窦宫献其书。乃州官大宗国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县王好。如与毛生等共采州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伎。献八佾之舞与制式不相远。其内使臣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与成帝时为业者数言其意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孝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不同其道竟以意为。春秋古今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古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PG 442。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其人，古梁传十一卷，古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家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左氏为二篇，博氏为三篇，楚太傅夺交也，张氏为十篇，于氏为传二篇，赵襄于清，公羊外传五十篇，古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古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言事记十一篇，公羊董仲舒志喻十六篇，易奏三十九篇，石渠论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皇帝以来弃春秋时诸侯大夫。战国策三十三篇，继春秋后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即刻时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冯商所去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者记百九十卷，汉大年记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古之王者是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朝发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谓春秋。言魏尚书帝王米布。PG 443。同之，周氏记为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下礼无能言之，岂不足征也？因礼无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形式，仍人道因心以立。公就拜以惩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包，会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易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民夫子不以空也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行于传，是以引其书而不宣，所以免实难也。即魏氏口说流行，故有公羊、古梁、邹家之传。四家之中，公羊、古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家氏未有书。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梁子章。其二十二篇，多问王之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齐说29篇，鲁夏侯说21篇，鲁安昌侯说21篇，鲁王俊说20篇，晏传说3卷，易奏18篇，石渠论，孔子家语27卷，孔子三朝7篇，孔子图人图法2卷，凡论语12家229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10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记足，门人相与及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其鲁之说。传其论者昌邑。中尉王吉稍抚宋基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路冲宗胶东。雍生为王阳明家。传鲁论语者常山东尉公奋常姓少。府夏侯胜丞相为贤鲁福清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宇。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PG 444。孝经古孔氏一篇。22章。孝经一篇。18章。长孙氏姜氏后氏义氏4家。常孔氏说2篇。姜氏说1篇，义氏说1篇，后氏说1篇，杂传4篇，安昌侯说1篇，五经杂译18篇，石渠论，尔雅3卷20篇，小尔雅1篇，古今字1卷，弟子侄1篇，说3篇，凡孝经11家59篇，孝经者，孔子谓曾子臣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明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经长孙氏伯。是江翁稍府后仓见大夫义奉安昌侯张宇传之各子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必中古文未义。父母生之序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义。始咒15篇。周宣王太史作大传15篇见五十王6篇以八体6纪仓颉1篇上7章秦丞相李斯作爱吏6章车府令赵高作国学7章太史令胡母敬作樊江1篇司马相如作急救1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元上1篇成帝时将作大将李常作训纂1篇杨雄作 PG 445别字13篇仓颉传1篇杨雄仓颉训纂1篇杜陵仓颉训纂1篇杜陵仓颉故1篇凡小学10家45篇入杨雄杜陵2家2篇亦曰上古节省以至后世圣人亦之以书器百官。以至万民以茶盖举诸爵。爵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8岁入小学故州官。保释长养国子教之六书为象形象式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译着其法曰太史。是学童能奉书9000字以上乃得未始。又以六体释之克罪则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立名尚书字或不正则举合。六体者古文其字篆书隶书妙篆重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翻姓也。古至书必同文故之则缺。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思。故孔子曰无。由即使之缺文也今王以夫。盖伤其境不正。始咒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必中古文一体。仓颉7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元历6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国学7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始咒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事实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屈省役失之于徒隶也。
汉兴、吕李叔师何仓颉、袁立。国学三篇，段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仓颉。天，武帝时司马相如作《繁江篇》，无父子。元帝时黄门令史由作《急救篇》，成帝时将作大将李常作《原上篇》，皆仓颉。中正字也，繁江则颇有出意。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祭祀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PG 446。顺序仓颉，又以仓颉中重父之字，凡89章。臣父续杨雄作13章，凡102章，无父字。六义群书所载略备矣。仓颉多古字，俗师师其读。宣帝时征其人能正读者张弼，从授之，传至外孙之子杜陵，未作训故并列焉。凡六义103家，3123篇，入三家159篇，出众11篇。六义之文，乐以和神，人之表也。师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之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之，知数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福也。武者盖五常之道，相虚而备而易未之源，故曰义不可见，则乾坤祸己。乎习以言与天地为忠实也。至于武学，是有变改，有五行之更用是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义，存其大体，完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去得多，三十而五经历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国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意，而误遂意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晋拟以持竹，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回所不见，终矣。自毕，此学者之大患也。续六义为九种，晏子八篇，明英是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子思23篇，云集孔子。